鼠洞里的手。我爷爷的老家在东北，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五岁之前还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918事变后，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，在那片黑土地上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。为了躲避日军，当时还颇有家资的祖爷爷只好忍痛放弃了东北的宅子和田产，举家搬到了山东青岛。当时山东还比较太平，祖爷爷的朋友是当地的一个镇长，在他这位朋友的帮助下，祖爷爷带着全家在胶南农村买了一栋旧宅子，总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。虽说是暂时有了栖身之地，但此时家里的情况已经不比当初，虽然谈不上窘迫，但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。为了养活家人，祖爷爷去洋行做起了账房先生，祖奶奶和他的妹妹则在城里找了一份教书的职务。当时还年幼的爷爷留在村子里的宅子里，由他的爷爷奶奶看着。大人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孩子的世界一如平常的欢乐。虽然换了个陌生的环境，但当时只有五岁多的爷爷并没有感觉寂寞和无聊，相反，在平静安详的乡下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吵闹，没有家里人无休止的约束，过得也很舒心，而且还认识了不少小伙伴。平时里爷爷就和这些孩子们一块玩，也算是他的童年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不过也就是在青岛农村居住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他后来每每想起都不寒而栗的诡异事情。那是爷爷七岁的时候，当时正是八月多的雨季，倾盆而下的暴雨一连下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停，地面被雨水浸泡得坑坑洼洼，泥泞不堪，私塾不能去了，小伙伴们也都窝在家里不出门了。爷爷也是如此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的东西，天气不好，待在家里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做。这天吃过午饭后，两位老人家早早地上床歇息了，爷爷无事可做，只好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小板凳上发呆。爷爷从小就坐不住，也不喜欢把多余的时间浪费在睡眠上，坐了没一会儿，他觉得没有意思了，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溜出了屋子，到了外面的回廊上。这栋老宅子虽然有年头了，但原来的主人也是大户人家，建造得十分考究。门外的回廊长长的，直通偏院，在这里并不会被雨水淋到。自从住进这间老宅后，爷爷一直都待在正院，回廊尽头偏院却从未去过。不仅如此，家里人都没有随便去那间偏院，这让爷爷感到非常的好奇。于是他决定趁着这没人看管的空档，好好去偏院一探究竟。为了避免吵醒两位老人，爷爷只得蹑手蹑脚地慢慢走。不到一分钟的光景，爷爷总算是走到了回廊的尽头，到了那间偏院的入口处。院子里的门没有锁，而是虚掩着的，爷爷轻轻碰了一下，那门就吱呀一声地打开了。爷爷踩着院子里的积水快步地跑了进去，那里面有一间破旧的泥瓦房，同样没有上锁，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很长的时间，让人感觉有些不寒而栗。不过当时爷爷胆子挺大，所以也没什么考虑，推开门就迈进了那间房子。推开门的一刹那，一股刺鼻的臭味瞬间扑面而来，把爷爷顶得一阵恶心。等爷爷缓过神来后，他才开始仔细地打量四周的环境。这房子里空荡荡的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窗户被厚厚的木板钉得严严实实，一点光也透不进来，地面和墙壁布满裂纹，
裂纹缝隙里甚至长出了野草，在墙角附近堆着一些破烂木头和破旧瓦罐，看上去很是荒凉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爷爷心里大失所望，本以为这里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却没想到如此的破烂。于是爷爷决定还是回正院休息，可他刚准备离开这间破房子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微小声音。爷爷连忙回头去看，只见不远处的地面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老鼠，那老鼠浑身黑溜溜的，正瞪着绿豆般的小眼睛警惕地望着爷爷。嘿嘿，小老鼠。爷爷一看忽然来了精神，那个年代孩子们不像现在那样怕老鼠，相反他们还经常捉老鼠玩，一直把老鼠折腾死才肯罢休。早在东北的时候，爷爷就和小伙伴们玩过老鼠，所以看到老鼠后，爷爷不但没有惊慌失措，相反还是很高兴。他屏住呼吸，悄悄地挪动着步子，试图接近那只老鼠。就在离老鼠还有三四步远的时候，那老鼠忽然嗖的一下朝墙边窜了过去。爷爷见状立刻小跑着追了过去，但根本追不上他。那老鼠溜得飞快，一头钻进了墙角边的一个洞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可是爷爷仍然不死心，他来到墙角，俯下身子，仔细地端量着那个洞口。那个鼠洞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不过洞口也不算小，小孩子的手是可以伸进去的。于是爷爷便跪坐在地面上，把自己的右手伸进了那个黑洞。洞里空荡荡的，空间似乎很大，爷爷摸索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摸到。于是他又把胳膊往下伸了伸，就在这时，爷爷伸进洞里的手忽然碰到了东西，他以为摸到了老鼠，便使劲地抓了抓那东西。可是他摸到那个东西之后，身上瞬间冒出了一身冷汗，那东西绝对不是老鼠，它没有毛，冰冰凉凉的，那触感就像是大人的手一般。可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手呢？爷爷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他轻轻地抬了抬身子，试图把手从鼠洞里抽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冰凉的手忽然一把握住了爷爷的手腕，并且使劲地把爷爷往回拉，似乎要把他生生地拽进鼠洞里一般。爷爷吓坏了，他一边大声地嚎哭，一边用左手抵着墙壁，试图用鼠洞那里的那只手与其抗衡，但丝毫没有用。那只手力量大得惊人，他开始便更加用力地握捏爷爷的手腕，爷爷疼得几乎都要崩溃了。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，在自己身上发生如此诡异可怕的事情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，所遭受的打击都是可想而知的。救命啊，救命！爷爷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和大手掰扯，而鼠洞里的手也更加用力地扯着爷爷幼小的身体。强烈的疼痛感让爷爷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慢，眼前也变得越来越暗。在昏倒之前，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听清是谁，他就失去了意识。当爷爷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家里人全都神情焦急地围在他的身边。看到自己醒来，大家几乎失控般地同时拥到他的身边，又是抱他，又是摸他。后来爷爷才知道，是祖爷爷恰好回家拿东西，听到偏院有奇怪的声音，才跑过去一探究竟。他发现爷爷的时候，爷爷的头都快挤进鼠洞旁边的整体墙了，虽然是有惊无险捡回来一条命，但听完爷爷的讲述后，全家人的心都不由得一阵发毛。不久之后，爷爷找来了泥瓦匠，在通往偏院的回廊口建了一堵厚厚的墙，彻底隔离了那个院子。之后，爷爷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古怪的事情。抗战爆发之后，
为了躲避战乱，全家人又南迁去了重庆，爷爷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宅子，而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就成为了一个仍未解开的谜。